宝宝，换个随便点，我操，又是队伍，对，会被蒙蔽。先把防圈打防了，圈，防圈了，防圈了。啊，然后我们先点一号秒，把一号宝宝劈了，直接两个劈一，然后东东给我顶，东东高速给我顶个东东，就拿你把我顶个东东。小姐宝宝贴我女生小姐，东东把我顶东东，我劈啊！你们看谁再劈个？我自己顶了，剩下来劈一，就彤彤去劈一。我龙宫劈，我龙宫劈了。OK，三个怎么顶三个了？我自己顶了一个，小东东我顶一个，还是我顶吗？哦，OK。他是哪个林墨真特别猛啊？右都很猛，右边也猛，左边也猛，右边肯定是最猛的。看变卡看出来了。右边那个女灵波猛。右边是刚他俩不都是女的吗？刚才另外一个还好。哦，有个男的是吧？OK。我们160万。OK。我们只能刚把卷出去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。我把罗汉放了，直接。萝卜，这队伍要罗汉的，这队伍。都要罗的，他随时冲虚，冲那个的。点二号秒，然后我们 P 五号，把左边的放了，东东。啊，点二号没，P 二号，五号是 P 漏了已经。哎，那就别点二号秒了，我们把点四号秒，能秒到五的，我看到了。点四号秒，放在我罗，你精算了，我罗好点，我怕你罗太慢了。你罗是吧？嗯，高速给我顶，寒冬宝宝给前面法器顶，点四号秒，然后彤彤宝宝去把五号拍，彤彤用臂力拍五，上宝宝顶血，好吧？彤彤去把五拍了。谁的宝宝再给女儿顶一个？我自己顶，还得差一个。这鸡巴没罗汉秒你两秒两千都没你花生。先放两个再说，东东比队长快，你也比队长快。OK。够大，OK。这个特别能爆，你知道吧？他妈肯定是死了。小姐下，小姐你注意，小姐你注意你的风卷，你的风卷四我就可以直接甩掉这风卷，到时候。啊、这他妈是把山里屁股搞神了，兄弟们。得放个金青先。前面法器放，这你自己可以拉是吧？我自己可以拉，还能把金鹰放了，前面法器把金鹰放了，同点四号秒，同宝宝拉我吧，同我把酒喝了，宝宝顶血吧，寒冬自己点，高速给华生顶，寒冬点灯，寒冬灵动，寒冬，我金青的呀，OK 哦，金青的金的 OK，同拉我同 OK，我可以拉了。换你马上凝血吧，换四号劈裂心，四号应该换掉了，可能算滴血，算滴血，算我操，又没惊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可能倒光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把只能浪游。
对，我出个掩护，归宿吗？归宿，嗯，对对。只能指望你炸了，兄弟。可以赚两个。800根本起不来。你有药性？没事。你先出归宿，先出归宿。哎，胖子，你高速拉，你推前面法系。小瑞自己拉，推前面法系，两个人一起点五号秒好了。然后还是同拉我同好吧，你拉我上跑不顶血，我给后面顶，然后胖子你给前面顶，我给你顶了。起他来不是前面法也不守了吧？我觉得差不多，就一个飞机加一个那个浪涌，差不多。他拉不起来所有人。谢谢。应该飞不到前面的是吧？别爆了，你知道吗？五号没飞，我很难起。下把归宿拉我，我拉前面法，直接选就算了。哎，顶药了。谁拉的这个东西啊？我拉人可以带四回合那个。要不你拉前面法、啊？我归宿拉前面法吗？哎，你归宿拉我，我拉前面法，前面法这把风卷甩了，好吧？然后小姐把我给化成顶，胖子你推龙三吗？推啊，上宝不顶血好了，然后同把二号劈掉同。OK。东东干嘛了？点灯了，给和尚。OK。看这个虚迷王的队伍。无限虚名，我操，无限在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走一只。说哈了，我只能强行换他了，胖子，我没讲究了。你换一只出来。哎，东东自己拉，然后点着前面法系拉 ，OK。同自己给自己顶个同，胖你舍自己 ，OK。千速给龙三顶，小师姐你卷，千速给龙三顶。你宝宝看着要不要顶血？虚迷不用管虚迷，我直接说哈了，这不换慈航了。只能比刀换死他了。来了兄弟，不给你嘻嘻哈哈了，兄弟。来了兄弟，这才是最猛的。来，啊！你不爱换虚迷吗？你妈的！我操，两个四行，还好化生翻了，爸。还好你，还是想办法再卷一波。还有几个卷长寒冬？我还有两个，好像卷一波他就崩了，这队伍。我操，飞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还能贴？我放了。
剩下几个？18回合。我直接舍自己的，我是不能倒。你舍自己，东东还有九转吗？还有两个。东东故意要拉我女儿，我先出个宝宝出来，然后小姐把宝宝出出来，小姐。好，小姐可以卷啊，好像他好像扛不住，小姐卷吧。东东给前面发一啊，卷得出来吗？卷得出来，小姐给自己发，小姐给前面发一顶个灯，群秒就好了。然后龟速拉我，然后彤彤宝宝给自己顶，就卷彤硬卷他。我脸上自己拉吧，反正。也 OK。拉女儿。哎，普陀干嘛的？点灯，给前面发灯了。点灯。普陀有波兰吗？有。啊，你有波兰那个技能是吧？嗯，有波兰，波兰法点。波一下就可以卷出去了吗？前面法应该一定出手，前面法我觉得上没有战舰，只能浪涌。龟速来了，两只龟速，把状态回去想办法就行了。现在下把让我别死，我把酒喝了，我就可以笑他们。那会儿我看一下他慈航的话，你别死，我推你，你推我，点我灯。然后小姐出宠，小姐出血宠出来，小姐顶顶血，然后龟速给龙三顶，龙三也卷吧，龙三宝宝怎么说？妈，只能给自己顶啊，龙三把自己血顶起来好了啊。龟速还有一个九转是吧？啊，小姐出九转，小姐出龟速了，还有一个，对对，还有一个。波兰好着是吧？这扛得住吗？扛得住，他这个飞不太动，我应该。放下我没野过，龟速点自己拉下就好了。普陀不能倒着了，普陀不能倒，普陀下巴可以收灯，我可以出那个了。我把地府下了，肯定要。压根就没想慈航，这哥们儿。那我先把金晶放了，回个血。你放金晶回血，金晶完应该还够笑。待会儿，胖子你不能出，你得把血量回血。你们开始灵宝，胖子先。你就说不用这样。我金晶就两个，你就说普陀收女儿的灯就够了吧？普陀收自己的就好了，别收我的，我全是我求血，龟速给我顶。不是，小姐给我顶，你收自己的就行了，不用收我，等我死不掉，给龟速给我顶就行了。哎，你没说宝宝吗？没说宝宝，我得推你啊。我死不掉这把。我的意思是普陀收你的，我推普陀就行了，是吧？哦，一样，那没区别。我以为你要出宠了。不出了，不用放你们，放你们不用，这把两个伤活起来了，你就没伤了。有大金把药顶一顶，有大金的把药顶起了。我操，无限在暴击，要了三了。我够效力的愤怒，可以替大金顶了，到位。你够有蓝吗，胖子？还有蓝吗？还可以推一下。要不然你把前面把推了。嗯，给我顶个蓝，给我顶个蓝。铜宝宝给普陀顶血，铜点自己灯，你顶，那是那个铜顶了，哦，你顶了 ，OK。那铜宝宝，那元宝，那东东宝顶血。这你动不了了吧，铁子？交了，交了。我这俩灵宝都屈服出去。嗯。都弄我们拉了吗？联赛没有，还好。拉了，韩东拉就承认，韩东你别不承认，韩东就是拉了，韩东。
现在你妈咪这帮战帮快联赛，这宁波城不比你妈斯托林什么什么狗逼那猛多了，你扛得住的？这队我操，170多万。